看到这么多这个粉丝和网友来这个热情的支持我，那我就觉得有一个这个一个发动机一样支持我继续前行了。因为我后面觉得我对这6000万这个海外华人和14亿中国人的这个支持是我的 backbone 啊，是我的基础，就像这个 Hackless 啊，就是接近了大地就会力大无穷，我就是这个道理啊。其实我们不能让这个绿媒的这些什么绿媒的这些政经节目胡说八道，我们要反击。现在就是说反击的人太少，因为我们这个中国人嘛，因为到国外来一般都是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对不对？我也是因为就是说台湾人他妈不要脸到这个纽约时报去做这个广告来侮辱我们、污化我们中国，才激起我的义愤填膺。但是确实需要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工作啊，共同反击台独，我们中国人才有希望。